面包烤好了吗？那等一下，那自己拿。好，你要说面包烤好了。面包烤好的，只要来买呀、啊。要哪一个？老板，这个面包多少钱？400元。哦，好贵哦。那我要这个。好。这个哟，这个好吃吗？对啊，还有这个。哦，怎么那么多？我还要那个香菇的那一个。好。这个。哇、哦，好多、哦！好，这样多少钱？1、2、3、4。4个吗？你少算一个，再算一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。这样多少钱？老板，这样多少钱嘛？怎么一直咳嗽？45元啊，好便宜啊！好，我给你45元。好，你拿去等。拿回家吃了啊。好。嗯。去后面玩。只是到广播郭姓红小朋友，郭姓东小朋友，听到广播请到前面来。